有很多店吧，他就沿着那个河走，然后说很漂亮。嗯，但你也可以在 River Walk， 它不是有一个门，像夜市门那种，可以在那边拍照，对，就是证明你有来过 River Walk。是有一个牌门会写 River Walk。有有有。哦。你打那个 River Walk 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拍照景点，对，它有一个点，对啊。我吃了两个哎、欸，我也吃，哎，你也吃两个的好像。我感觉他刚跟我说，我觉得我还能吃，我就还能吃那个粘的那个。哦，那个粘的看起来超好吃。对啊，我那个拿的时候旁边那个就是，太有想吃了。我拿超多，我旁边那个也吃。对啊，而且是两个。哦哦哦。我一就是在那时候排队的时候，不就是可以看那边有。对啊，那吸引我。没错，我也是，我一开始这边那个吸引，我在研究的点。对，我在研究那个字典。不是，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们要吃 hot dog 的话，啊、吃那个太饱了，感觉。对，那个三种。所以 hot dog 是明天吗？明的。那个柚壳，它是只能吃早午餐的吗？对。我后来其实发现我们那里也有柚壳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。怎么？那什么感觉太酷了？打什么？有啊有啊，是大麻，是大麻。哦，六，在地上应该吧。狗狗。啊？动物。啊？哦。我好像很喜欢养动物。国外的，国外就是美国人。可是斗牛犬不是很凶吗？就理论上，我觉得他很喜欢养小狗。嗯，对，就是小只，有有有，我常看到遛小只的狗。对啊，然后亚洲人好像喜欢大只吗？可是我们那边很多比特犬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？香槟那边。比特，不是吉娃娃那种。我同学家养了两只，两只斗牛犬。那看来他们家应该超有钱，他家超有钱，哇哦！这个屁屁好可爱哦，一直抖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应该喜欢柯基啊？柯基也是蛮可爱的，柯基屁屁超可爱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有很多那个。对。好厉害，有伊利诺。哎、欸，有伊利诺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看来是要拍一下。可是右边的跟最左边的我都看不出来。对啊。这不知道是什么馆，各种国旗。我应该是。是哦，我们昨天有经过吗？你昨天有经过？我看到在地地标很大。
Thank you.
好像是御膳，长那么高级哦。这家很大哎。又是旋转门。我跟你一起搭。好。哦 ，sorry。有点可怕哎、欸。对。下面不是有的。对，怕它掉下来的部分。到这里了，先点。好。I don't see it. 对啊。长这样。被埋起来的热狗。顺便拍一下，对，看一下，刚一根是4点多，对不对？12:08，哦，4:29，然后薯条4:19，可乐要3块啊，可乐2.99，哎，这么贵？可是它蛮大啊。好香哦。